部分还热。好，那呢，这个呢，要先把煮这个厚朴跟枳实，再去煮大黄哦，再去煮大黄。哦，那就是意思加把那个药味里面厚朴跟枳实的药力会很多在里面。这个时候吃了厚朴三物汤清出来的时候，大便排出来，但是一点腹痛都没有，就是两个的差异。哦，那你老师，万一我开错了，你开在敌人身上没有关系，开到你岳母身上你就小心一点，更痛，对不对？还是排便排出来，但是很痛，哦，有拉扯的痛，哦，拉扯的痛还是很痛哦。那这个区分不难，好，区分不难。好，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大肠癌的时候，这大肠癌的病人呢，就停在大柴胡汤症，也就是说，西医没有动，西医只是进去切个片，大肠癌，好，啊，准备开刀把大肠拿掉，什么的，准备的，好，病人说，够了，不用，你不用计划我了，我不会开刀了，走掉了，好，那我一个病人就是这样子，他进来的时候大肠癌啊，好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他也还有那个检验报告，做那个切片怎么样，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你不去给他，我故意试探他了。然后就他如果讲错话，我就骂他，我就先试探他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为什么不给西医开刀？按照你的这个 traditional 这个传统的治疗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不能开。我说为什么？我爸爸死在癌症，我哥哥死在癌症。实际上我都相信他们根本不是死在癌症，是死在开刀还是死在化疗。那我妈妈也是死在癌症，我姐姐里面好，我姐夫里面，我们家亲戚里面死非常多人死在这个病上面。那我今天被得到大肠癌，他再对我开刀下去，我就是一定死嘛。这个人是不是聪明？所以说啊，好，医生你不用再替我计划了，我不会回来了。哦，然后就来找我。我一查，大柴胡汤症。大柴胡汤呢，是病在少阳跟阳明之间。少阳和阳明之间的病，好，之间的病，这一段。无死症了，怎么会死人呢？哦，当然你不知道大柴胡没有，你失智，你这个，哦，医生如果失智，啊，哦，弄病才身才会有出现人命，否则的话不会死。好，哦，大柴胡汤，好，哦，结果呢，他在吃我的大柴胡的时候，好，哦，诸位看哦，外症，这个男的呢很酷啊，骑个摩托车，好，哦，他这个地方呢。长个肿块，肿块在这里，硬的一块。这个条片这里写的呢，你按之心下满痛，心下就是胃胀痛，这为实也。当下之一大柴胡汤，实际上这个不足以来判定是大柴胡汤症。大柴胡汤症一定是脉会弦，啊，小柴胡汤阳少阳症的脉，啊，同时呢。病人皆有恶心、便秘、小便黄、恶心，然后还有胸胁苦满，还有呢，往来寒热。一定有这种兼症，才会处方大柴胡汤。这个病人呢，肿块在这里可以摸得到一个很大的硬块，然后他是坚持不开刀，不做任何的动作。然后我一直查，摸他脉很弦，我说你会往来寒热，我一摸到弦脉，我就说你会不会往来寒热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往来寒热？那你胸肋这边会不会胀满很难过？他说，哎，这个医生很厉害，你那也栽对不对？好，然后。你会恶心？有啊，恶心，结束，简单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大柴胡汤，处方大柴胡给他吃了以后，开始排的时候，一个礼拜以后，他就说猪脚很好，这边开始消。可是你光看这个症状，你看不出来是大柴胡，所以说症，这个病归病，只要有那个同这样的症状，你用同症同治
好、哦，这个人呢被诊断了大肠癌，就是停在了大柴胡汤症。大柴胡汤症，你看柴胡黄芩半夏，如果我们其他不看，柴胡黄芩半夏加人参，后面呢大枣生姜，好，这就是小柴胡汤。小柴胡汤里面呢，人参拿掉，把它变成芍药，还有枳实、大黄，这就是所谓的大柴胡汤。会有芍药出现，是不是一定腹痛？少腹痛才会有芍药，所以这个少腹痛，不管你是肠痛、肠子的痛，哦，或者是女人的月经痛，或者是跌打损伤，有人踢到你腹部痛，哦，有人很坏，专门攻击那个阴部那种恶人哈、哦，那这种哈、哦，当我写在武侠小说里面，全是坏蛋，那对啊，比武就比武嘛哈、哦，要光明正大，要攻击人家阴部，好、哦，那这种。要重用白芍，好白芍。那枳实呢？这个心脏的湿啊，让它排出来。所以枳实同时呢，是好列入我们的小承气汤，放到枳实放到柴胡汤里面呢，配合大黄，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大柴胡汤症。大柴胡汤里面，你如果没有加大黄，就不叫大柴胡汤。好，那你如果遇到这个病人，屁都不放一个，又有恶心，又有往来寒热。你就要加芒硝了，所以我们用大柴胡加芒硝汤证就在这里面。芒硝的意思就是说，里面燥湿，那个大便会非常的硬，硬的像石头一样。真的哦，这个大便硬的哦，排出来的时候，到了马桶里面还咚咚，还有落到马桶里还有声音的。你如果不嫌它脏，拿起来丢到墙上还弹回来，因为它没有干，精液没了嘛，像石头一样很硬啊，哦，很硬。那你会想到，那么大一个东西居然从肛门排出来？那我看过小朋友啊，小孩子啊。小女孩子这样子，好排出来很辛苦啊，一个礼拜都不排大便，排出来是一个砰弄一声这样排出来，哦，这个他爸妈就告诉我啊，那么大一个怎么通过肛门的，哦，所以说再大的石头，好我们鸡蛋的石头通过尿道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大的石头通过肛门，那这种燥湿呢非常的干燥，就要靠芒硝，芒硝可以把它叫成 potato chips， 好、哦，叫一片一片像洋芋片一样，好、哦，洋芋片不要吃哈、哦，不好。啊、哦，但我只是形容，柴胡那个芒硝可以把它打成一片一片的，那外病可能是这样，但是那症是一样。好，所以临床上面看，好就是这是我治疗主力是大肠癌就是大柴胡汤，病人到现在都恢复得很好。好，那没事就找我要骑摩托车带我出去，我才敢做它，我要我自己骑，对不对？我才不敢做他的，那个大肠癌对不对？坐到前面，没有开你们玩笑。我不太相信人家骑车，好，自己骑可以。好，这个条片呢叫腹满不减，减不足言，当须下之一大承气汤。这什么叫腹满不减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胀满了，好，你一看大承气汤症，你开大承气汤给他，他吃完大便排出来以后回来还是一个礼拜还是胀，代表说还没有清干净嘛。叫做腹满不减，在减不足言，你说那你吃的感觉如何？还医生啊，大概，10%好，好90%还不好了，10%不好好一点，好、哦、大概不好意思嘛，那医生太丢脸，他就说大概好一有好一点啦、啊，但是还有90%没去掉，哦，你的下手不够重，好、哦，这个时候再下，意思这个条件意思是说，你只要确定他你攻下了以后里面还没有清干净，你还要再攻。没有清干净的方法很简单嘛，我拿小便嘛，小便颜色黄的，好、哦，我曾经治疗这个太太啊，那个便秘很严重，那个大黄开了5000-6000还不出来啊，因为她是长期便秘啊，她就又习惯那个通便的那个肠子功能已经没有了，哦，7000-8000就用上去，哦，还是把它弄回来，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你开到6000她大便都不出来，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我的笔都快断掉了，谁敢开啊，吓死我了，对不对？我都吓到，哦。像我那么彪悍的人、怎么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个严重到这种程度，好，好，好。下面这个处方呢，跟附子，跟米汤也是一样，很好，非常好使用的一个处方。好，我在2个月前的时候接到一个加州一位，好，他是研究免疫学的博士的，好，很年轻的一个中国人。他大概看了我的网页哈、啊，他就写了一个传真给我，啊，这临床看病嘛，他说他把台大医院也骂一遍，什么烂台大医院，我这肚子哈、哦，初见如手，哈、
肚子里面可以看到头足，可以看到肠子的蠕动，痛得要死，哦，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动来动去。我跑到台大看遍台大的医生，都不好，哦，真烂。你讲的没错，看病也看不好，医院盖那么大，哦，还自以为了不起。他在讲这个上冲脾气，头出现有头足，我再看他的一看，大金钟汤症已经结束了，哦，处方我是很简单，我没有看过他嘛，他写的很好，我就开个处方寄药给他。一次就从此就不用没有回来了，为什么？又好了嘛，哦，这就是大建中汤，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介绍大建中汤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大建中汤。大建中汤跟小建中汤不太一样，小建中汤呢，少腹寒，所以说我们如果人的身体是这样。肚脐在这边，肚子以下寒痛，就是小建中汤。大建中汤呢，中焦这边的寒，这很比较重的寒啊，重的寒。如果是胸口胸的寒痛，就是我们的乌头刺刺的丸啊，因为有痰饮在那边。那这个由于是中焦胃的地方。诸位看哈，蜀椒呢，两个汤匙好平着炒，就是炒粥。去汗的意思就是看它烟冒出来，从生的啊变成熟的而已。好，干姜呢一钱，好人参两钱啊，蜀椒、干姜跟人参三味药而已。好，三味药。那蜀椒跟干姜这两味药，同时我们在做乌头炙子的丸的时候，里面也会用到这个药，就是因为它能够去它的寒，好去它寒。同时蜀椒呢。除了这个辛香，而且是辣的，除了杀虫以外，我们这个大金钟汤也可以用来治虫哦。胆道有蛔虫堵到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起来就是大金钟汤，这我们也还是可以使用大金钟汤。那这个好，这个蜀椒除了这个杀虫以外，还有我们一些好这个痰饮啊、湿好寒湿，通通可以去。干姜呢，它是温中啊，温中。那这三味药。煮呢，比如说用四碗水煮成两碗，把蜀椒、这个干姜、人参渣去掉哈，再放这个麦芽糖，麦芽糖一碗，两个再混在一起煮，再煮成好，那再煮过以后再煮成一碗，然后呢，好分开两次好吃。这个大金钟汤，诸位呢看这个主要的症状，大寒痛，好特别强调这个寒呢来得很剧烈，好剧烈。如果是少腹的寒痛，少肠套叠在一起，我们刚刚也介绍过，啊，附子跟米汤，对不对？小建中汤这种寒就是小意思，真的是小意思哈，不治也没有关系，肚子打两下，哦，这个我们练功夫嘛，哈，敲敲肚子，好，诸位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如何打敲肚子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肠子也可以恢复。那真正的少腹的大寒痛的时候，寒鸣肠鸣切痛的雷鸣切痛的时候，我们是用